今集已经是旅程的第六日，其实我们昨晚已经入住了这间富士汤温泉旅馆。这间的温泉旅馆是位于福冈县的贡若市，在2021年12月才开张，都算是一间比较新式的温泉旅馆。因为昨晚我们都差不多成11点几左右才来到旅馆，所以呢今早我们才补拍回温泉旅馆入面的环境给大家看一看。在旅馆的大堂附近设置有卖手信的地方，虽然它卖的货品都不算说很多款式，但是它每一件的包装都包装得非常之精美。旅馆还有免费咖啡的提供，而家就带大家去参观下我哋间房間，我哋间房咧就喺二楼。入到嚟，梗系要参观间房先啦。房咧就系和式嘅设计，佢嘅室内设备非常之完善。三间温泉旅馆之中，我哋觉得呢间嘅温泉旅馆系住得最舒服。轮到浴室啦，一打开门口咧，佢个空间感非常之大，又干净又整齐，毛巾啊、梳洗用品咧，全部都有齐晒。温泉旅馆所有嘅房都设置有私人嘅风吕，而佢嘅淋浴设施亦都系室内，呢一点系我最欣赏同埋最中意嘅。泉旅馆之后，我哋大概揸一个钟头嘅车就去到今日嘅目的地觅岛。觅岛系我一直都好想嚟嘅地方，呢度除咗风景够靓之外，亦都好多打卡嘅热点。今日我哋就预留咗半日嘅时间喺呢度深度游。喺未深度游之前咧，咁我哋当然要医饱个肚先啦。而家就去食翻个早餐。去得旅行梗系要食好啲啦，所以今日我哋嘅早餐就决定去食烧烤。头间，头间咯，头间，头嗰第二间。经过大家一番商议之后咧，最后我哋选择咗大榮苑。今日我哋非常之早嚟啊，所以就唔使排队排得咁辛苦。大榮苑嘅点餐咧系用拉下单嘅，我哋点咗两份千日yen嘅套餐。同埋有一公斤嘅蚝同埋一隻鱿鱼，坏坏坏要自己试下烧蚝啊！千日yen嘅套餐包括咗有一篮嘅500g 嘅蚝啦，两只嘅贝壳类啦，扇贝同埋蚝饭。佢嘅蚝非常之美味啊！如果冇记错咧，呢只鱿鱼咧另叫就600yen，品质非常之有保证。蚝小屋后面停泊咗好多艘嘅渔船，而渔船上面全部都系蚝嚟噶，仲见到工作人员喺上面咧好努力咁样分蚝。我哋仲留意到渔船嘅旁边养殖咗一串串嘅蚝。大概十分钟嘅车程，我哋嚟到觅岛西边海岸嘅尽头，将车停咗喺车场之后，我哋沿住小路一直行，去到一间制盐工房。
虽然呢度系一间制盐嘅工坊，但系佢最受欢迎嘅并唔系佢制嘅盐，而系佢手工花盐布店。好彩今日我哋比较早嚟到，见到未有太多嘅游客。本身呢度有四款唔同口味嘅布甸，好可惜有一只咧，佢哋就疏欧咗啦。而今次我哋就买晒佢三款，三款我哋都觉得好好味啊！吹住微微嘅海风，听住海浪声，叹呢啲甜品。觅岛市系位于九州福冈嘅西面，沿岸嘅风景非常之优美，亦都是福冈人周末小旅行的首选。除了多打卡的地点之外，亦都有很多间特色的咖啡店，大家亦都不妨用半日的时间来觅岛走一圈。在大鸟居和夫妇岩对上的山头，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境的打卡位置。这一棵心灵树果然是独一无二。驾翻车来海边，欣赏一座非常之特别的白色鸟居和夫妇岩。这里是近排最 hit 的景点，放慢脚步去感受海浪声，的确是好疗愈。我哋都提到呢度沿岸非常之多特色嘅咖啡店，啱啱吹完海风又冻冻地，我哋就随心咁揾咗一间咖啡店休息一下。一入到餐厅，佢旁边就有一个柴火炉，即刻暖翻晒。咖啡店入边嘅装修同埋布置咧，充满晒夏威夷嘅风情。因为而家啱啱系冬天，咁我哋就选择咗入边坐。如果大家想吹住海风一边食嘢嘅话，就记得要选择室外露天嘅位置。我哋除咗点咗蛋糕、咖啡同埋果汁之外，我哋仲叫咗三个嘅 set lunch。至于食物卖相方面，其实相当之吸引的，但是很可惜它的味道就较为普通了一点，所以我们就不会特别推介这间餐厅给大家。吃饱之后，我们就去了咖啡店的对岸，这个沙滩也都非常之靓。离开之前，我们还去了隔离间小木屋打卡。最后我就选择了在这个这么经典的停车场打卡，因为它这个每一个的场景都很适合影相。这里实在太多打卡的景点了，半日其实都不够玩了，所以只能够分享部分的景点给大家看。这么经典的打卡场景，其实我一直都很想来的，虽然疫情的影响一等就等了几年，今次我终于还了我的心愿了。话这么快在这里已经玩了半日时间，如果大家想拍更多漂亮的话，
我就建议大家留到黄昏，因为呢度日落嘅景色亦都非常之靓噶。大概一个钟头嘅车程，我哋就翻返嚟福冈市。呢个咁有气势嘅背影，已经成为咗福冈最新嘅地标。呢一格1:1高达嘅模型系位于福冈拉拉坡购物中心嘅外围。如果你系高达嘅 fans， 你又多一个藉口可以嚟呢度朝圣啦。呢座商场楼高四层，喺未 shopping 之前，我哋又要去补充一下体力。创式咖啡店暂时喺香港系无分店，无论佢嘅咖啡同埋小食咧，我哋都觉得系几好味。如果大家想歇下饮翻杯咖啡嘅话，呢一间嘅咖啡店咧，我哋都会推荐大家嚟试一试。这个商场非常之好行，除了有很多个大家都熟悉的品牌之外，它还有衫、家品、游戏中心和超级市场。现在我们就在二楼的位置，我们就会上去四楼跟灯拍看看。上到来位于四楼的跟灯 Side F，店入边摆满晒高达嘅模型，我相信高达迷嚟到一定大出血。大家唔只可以喺度买模型，衫都有得卖。喺服装区嘅隔篱就系模型配件区。另外还有一个 area 可以给大家砌模型。下一集就是福冈之旅最后一集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今次条影片的，记得给个 like 支持一下我们。如果大家想给多些支持我们，就记得订阅我们的 channel。 今集就分享到这里为止，下集见，拜拜。